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呢？我想借着金玉去讲这个，给我班所有的同学讲，就像我舞台上讲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永不放弃，只要可能的话，我继续唱下去。谢谢各位文艺工作的朋友们，我是菲菲，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，今天金曲奖这特别贡献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是，谢谢，谢谢，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。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呢？我想借着金曲奖这个，给我班所有的同学讲，就像我舞台上讲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永不放弃，只要可能的话，我继续唱下去。有新的作品呢，菲菲姐。暂时卖个关子。暂时卖个关子吧。特别恭喜菲菲姐拿到了我们的特别贡献奖，谢谢您特别来参与我们的音乐盛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菲菲姐，谢谢。